好，这边要使用我们的风铃珠。好，桃花村的剧情，我们开始吧。好，这边其实也可以练功了。我记得这边可以偷东西吧？我记得也有天仙玉露啊，就大人说不赚钱，是不是？香菇怎么了吗？床上练功啊，对啊，韩愈床练功啊，怎么了吗？床上练功 OK 啊。然后看到这个一个花上面躺了一个不穿衣服的女生，我也是没办法啊。好像有些十八禁的、啊，怎么办？你们不要又开始开车了。然后以下要用飞龙探云手，你们想做什么？应该没有吧？有没有 bug 吗？应该不会吧？应该不会被黄标吧？飘飘飘，不是飘飘飘，不要乱飘。好，哦，对，我记得这只怪会变身，对不对？不要，只要少了四个拜神。哎，要变了吗？还没，什么时候要变的？懂什么啦？没有啊，就是一个洞而已啊。怎么了吗？很奇怪、欸，怎么又乱想？怎么了吗？你不觉得这个嘴巴很像速度吗？有没有很像速度？就是那个卤味啊，会卖那个速度，卤味都卖那个速度，很像嘛？也蛮像的、啊，这嘴巴很像。大家知道速度是什么吗？哦，哎、欸，他要变牡丹精哦！原来他会变牡丹精。哦，养眼圈。呀！对，速度要卤不要钱哦。啊，这速度哈、哦，你们那边。你笑了还拿剑戳他，你看，真是变态啊！真变态！这款游戏怎么了？哎、欸，又宕机了。OK， 好，没事。你真的很变态、欸。头乌头都变臭臭了。连杀肉是比较痛啊。好了啦，不要再想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了，好吗？被刺，哎呀，可能我就跑。你们是谁？丹丹，快进来！怎么这里的人一看到我们就都躲了起来？这边有个宝物，哇，好可爱的小鸡哦！咯叽咯叽咯叽，连鸡看到我们都躲，这个也太夸张了吧！这个小鸡我记得旧版的仙剑是没有的，印象中是没有的。可是我们要抓它哈，我们要抓小鸡。
请问你们是？太好了，终于有人肯跟我们说话了。你们是如何进来的？一般外人是不可能找到我们村子的。我们糊里糊涂就走到这里来的。对了，请问这是什么地方？为何村民们看到我们都躲起来？我们这叫桃园村，很少有外人能走进这村子来，而且最近发生一件事情，所以大家看到陌生人都会害怕。阿桃啊，你忘了教训了吗？不要相信外来人啊。是啊，阿桃，外面的人都不是好东西，你不要又受一次骗了。哎，咱们桃源乡与世无隔绝，自给自足，生活向来无忧无虑。自从那个叫宋鹤文的小子来过之后，全变了样。是啊，那小子真不是东西，王妃我们对他那么好，竟然恩将仇报。各位别误会，我们不是坏人，我们来这里没有任何恶意。我们又不是说你，我说的是姓宋那王八蛋。你们能不能告诉我，那宋什么的到底做了什么，会让我们通融成这个样子？不行，桃源乡的秘密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，否则麻烦就大了。现在再出事些有啥用？阿桃他爹都已经被他们抓走了。可怜呐，村长那么大把年纪，也听经不起那些坏人的折腾，说不定已经把藏宝物的地方给供了出来。哎，一个月前阿桃救了一个误闯桃树林的采药郎中，还医好他的桃花绽。我们看难得有坏人来此，想尽尽地主之谊，于是款待他住了几天。最后依照惯例送他出桃源乡之前，让他喝下仙水，好忘记这里的一切。谁知道阿桃竟然把仙水给偷换了。那是真贪心，知道我们桃源乡有件宝物，就和一群妖道合谋来抢。他们抓住了村长，想逼问出宝物的所在。对了，你们该不会也是和他们一伙的吧？不不不，我身边最痛的是忘恩负义之徒。你们告诉我那些家伙在哪里，我帮你们把村长救回来。真的？那太好了。阿桃，你又犯了，这么轻易都相信外来人。可是我好担心爹。那个鼻子长长的道士，不是说只要交出宝物，他不是不会伤害村长的。可是爹已经跟我们去了大半天，会不会？你们说那个长鼻子道士是不是要做墓道人？你怎么知道？哈，那就对了。那墓道人是素金变的，他最喜欢四处收集奇珍异宝。而且等不到用抢的，我们正在找他，要向他讨回一件东西。你们快告诉我他在哪里！我爹带着他们从这个方向往林子里走去了。好，我们还是抓鸟鸟。鸟鸟，鸟鸟，你在哪里？鸟鸟，我们要抓鸡的哦，各位最喜欢抓鸡的吧？我们每天都在抓鸡哦，被我发现了，我们动不动就在抓鸡。鸡鸡，咦，是刚刚那只小鸡？小鸡不要跑，小鸡。这小家伙怎么看到我们就躲？你帮我抓住他好不好？哈？抓他？为什么？哎呀，你先别问，帮我抓鸡就是的。啊，抓抓抓抓鸡抓鸡！哎，这边没宝物，左边宝物在左边。哎，也没有。这下你无路可跑了吧？阿奴，算了啦，这小家伙挺可怜的，别再欺负他了。不行，我们大理目前正闹饥荒，他这么胖，
正好抓来给我阿娘进补进补。咕叽咕叽，瞧，他在跟我们求脑呢。怎么这鸡还听得懂人话？你自个四处乱逛，一定找不到东西吃吧？你若真的听得懂，就乖乖过来，我这有你能吃的东西。咕叽咕叽，来嘛，刚才故意吓唬你的，我保证不吃你就是了。小鸡，小鸡。哇，你竟然可以跟鸡讲话，我真被你搞糊涂了。这可不是普通的鸡，这是从小被巫师圈养，专门用来帮忙搜捕毒虫的石骨鸟。石骨鸟，这是什么名堂？我也不太清楚，不过我小时候有听人家说过，这鸟外形似鸡，头眼极大，身尖而细，通人语，日常蓄毒虫毒蛊喂食，喂它吃骨骨，这鸡不就死了吗？哼，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。这石骨鸟啊，只认为它吃东西做主人，而且拿越毒的毒蛊喂它，它越喜欢。寻常虫子它还不要嘞。你们苗族还真多名堂，我看八成是饲养它的巫师死了，否则这石骨鸟这般珍贵，不可能没人养，到处乱逛。好了，别管了，村民还等着我们帮忙找个村长呢。啊，差点忘了正经事。来，乖乖到我这里。得到石骨鸟。好，抓鸡抓到了。你们是？你就是宋公子吧？是，在下宋赫文，兄台有何指教？指教？我想揍人呢。你们想做什么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对桃源村的村民恩将仇报，还带了一群妖道来此谋夺宝物？我也没有想到会变成这样。当初他们说可以帮我，所以你就见财起意？不，我不是为了受俘虏，而是阿桃小姐。这我可听糊涂了。你给我从实招来，不然可有你受的。当初我在桃花里迷路，又中了瘴毒，幸亏阿桃救了我。后来他们要送我走的时候，阿桃偷偷把仙水换掉，因为他不想我把他忘了。哦，哈哈哈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！你当真不是贪图他们的宝物？是的，我只是想和阿桃在一起，可是村人坚决不许外人留在桃源村，所以我就凭着记忆沿路潜回来，想到阿桃一起走。可是我又怕被村民发现，后来我在桃花林外遇见木道人，他说可以帮助我，所以我就带他们通过桃花林进来这里。谁知他们是在利用我，而我手无缚鸡之力，斗不过他，村民又对我误解至深，我真不知该如何是好。好吧，那你闪一边去，我来会会那位木道人。就阿努都没讲话，你们千万要小心，他手上的精灵，木道人会用的精灵，使出很厉害的法术。你这死老头子，带我在树林里绕来绕去绕了半天，是想跟我拖延时间吗？快了，就快到了。这句话你对我说68遍，你再不带我去取烧葫芦，我就宰了你！哎，我说啊，道长，以你的修行，只要安安分分的，要活了几百年应该不难，何必依靠烧葫芦呢？少废话，既然被我知道有这项宝物，我就非得到不可。快放了村长伯伯，还有交出水灵珠，不然有你受的。哪来的小鬼，找死嘛！敢敢插手本仙人的事，我先偷啊。然后他会掉那个天罡珠，金罡珠，可是不是马上就掉啊，不是每一场战斗都会掉了。好，再偷一次。他血，他其实蛮强的哦。
在斗士版，我记得木道人非常的强，算蛮强的。我刚刚捅到萌新吗？所以用没有还是保护自己啊？啊啊啊！先补血。呀！我觉得每间公司都会嘛，看来非拿出绝招不可了。每间公司都会吧？我要怎么复活？点一下就掉钟了，要打钟了哦。好痛！阿奴，阿奴，你血的那么少，阿奴。呀！我靠，还来啊！好险！呀！怎么我没练功？我就没练阿努好吗？你要看我一下我等级多少？给你看看我一下我等级。这样说我没练功？你不知道我之前打扫把吗？你知道我一下要几等了吗？我是没有练阿努好吗？之前在黑水镇打那个扫把妖，就已经练到天剑了。再补一次。打那个扫把妖刷了三场，然后每一场刷到4000多的经验值。哎，旧版是全体哦。对啊，黑水镇就练了啊，就阿努没练啊，阿努昨天才加入的，他怎么还没死啊？我是要弄天罡战器了。对啊，黑水镇啊，之后会上传影片啊，你可以看一下。哎，他怎么跑到后面去了？你可以看有一天的直播影片，我那个时候有刷。他不会又往后面一伸过来，到时候看不到。啊，我在直播了，我当然清楚啊，我不清楚才奇怪吧。先补血。木道人鼻子长长的，你们是不是有想到一些奇奇怪怪的画面？哎，就叫你们不要想一些奇怪的东西。你们在那边，木道人鼻子长怎么了吗？啊，死了！干！啊，还好没事。你家鼻子长不行吗？等一下，怎么宕机了？不是吧？这 bug 啊！啊，我的原理归心术呢？又有了，那刚刚怎么没有？
哎、欸，你看没有了？为什么？我玩最新万元布哦，有了有了。对，我把鼓用完了。我被打败之后去当孩子哦，要骗人布啊！怎么只有我？啊！好痛！而且我已经快死了。啊，打赢了！有掉金刚珠吗？拜托掉一下，我不想重打。掉一下了，没掉，那我重打了。爹，孩儿那也受苦了，都是孩儿惹出来的祸。这不能怪你，你也是无心的。要怪，就应该怪咱们不该怀有珍宝，一人觊觎，幸好有两位英雄仗义相助，本村得以免去一场劫难。感谢两位救了我爹。哈哈，这没什么啦，千万别放在心上。哎，逍遥啊，逍遥，你又想要干嘛？是啊，要是有女孩子想报恩，她可是会消受不了呢。你胡扯些什么？咦，那边都有一位念念不忘救命恩人的人呢、啊。宋公子，小伙子，你过来。是。爹，这件事都是我引起的，求求你不要责怪宋公子，你要责罚就罚我吧。你紧张什么劲？爹又没说对他怎么样。阿桃小姐，你不必替我求情了，这样子我会更良心不安的。不，又不是我。你们两个在争什么？我们没说要责怪谁，都怪我老眼昏花，竟然没发现我的女儿喜欢上外地了，才会惹出这么多事情来。爹，小伙子，你真的喜欢阿桃？是，请伯父成全。既然你知道我们的身份，要跟我们在一起生活，要付出什么代价吗？我知道。不后悔？贺文，心意已决，绝不会后悔。好，你来把这个桃子吃了，今后你就是我们桃源村的一份子了。恭喜三位一切圆满，我们应该告辞了。等等，老朽有些东西要赠予两位英雄。哦，是什么宝贝？请英雄在你左手边的井口内一探便知。哇，你看，是琥珀雕的葫芦呢。老伯，这东西太贵重了，我们不能收。喂，你很死脑筋耶，人家诚心诚意要送给我们，你不收，我可没说不要。这乃收葫芦，是我年轻时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所得到的稀世珍宝。可是这东西对我们桃源村的人来说却是毫无作用，而且还惹来这么一场风波，不如送给两位，对你们行走江湖的人来说或多或少会有所帮助。晚辈就恭敬不如从命。天下无不散的宴席，让老朽送你们一程。你不会要我们喝心水把这里的事忘掉吧？两位是我们的恩人，我们怎么会如此对待呢？两位若再有机会经过此地，看见这片桃树结满果实时，别忘了来喝我孙子的满月酒。原来你们是桃树精，那宋兄，谢谢你们，再见。哇，咦，虽然水凝珠没找着，就赚了不少好东西。